朋友们好，我是骑着单车从河南去往新疆的老二，咱俩是跟着老二去新疆的元宝和六一，今天有事儿，美好的一天。昨天晚上在这个桥洞，虽然说能防着野生动物啥的，但是蚊子防不了。第一次在桥洞里遇到蚊子，哇塞，那是真叫多呀，就在我的头顶上嗡嗡嗡嗡嗡嗡啊，怼了一夜，搞得我一夜都没睡好。出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一年零两个月了，没有被野兽嘎掉，到时候别被蚊子给吸干了，那就完犊子了。朋友们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赶紧穿了。我们先把床和睡袋拿出来晒一下，要不然太潮了。我把昨天晚上的剩菜给热一下吃了，然后元宝他俩一会儿吃狗粮。我的米饭没吃完，给他俩吃米饭吧，要不够的话等会儿再吃狗粮，要么到了浪费了。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前方一望无际的公路，不知道走到哪是个头嘞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越往这边走，荒凉的很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一辆车也没有，只有我们三个单身狗。哇塞，今天一条河都没遇到，这个河水，这就是河道，这河水里面全都干了，没有一点水，过两天不是还没刷呢，啥都没有。现在是下午的5:40了，终于找到一个小溪流，来把锅碗瓢盆洗一下，然后装点水。天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完了，下大了。上坡减速慢行，然后这坡画的直上直下，我倒是想加速，都加不了啊。前面
在就要爬山了。现在是晚上的8:50，我们三个单身狗爬上来了。前面，我去，前面还是上坡啊，我以为下坡了呢。完犊子了，找露营地吧。能爬过去不能、现在是晚上的9:40，我们三个单身狗终于爬到了山顶，朋友们，天马上就要黑透了，咋弄了宝？这儿没有露营地，我直接下去了，朋友们，好吧，元宝今天立功了，跟着我又爬了一座山。我们三个单身狗已经从山上下来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赶了50公里的路，然后找到了一个废弃的院子，在这里搭了帐篷，然后大门也坏了，应该是没啥问题的。今天差不多赶了50公里，确实有点累呀，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没有拍，吃的泡面、鸡蛋、西红柿。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朋友们，晚安，明天见，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